那干嘛呀？我一般没有，把那些就是那天拿到的东西用了不就完了吗？荧光棒还有啥呀？我荧光棒没有，还有游泳池，游泳池，游泳池，还有消防员，用了，有用了，我分了他500，分了我500啊，太没用了。那你们要不要今天去搞点吃的回来？要不晚上整个什么？整个什么 KTV 音乐会啥的 ？KTV，KTV， 对 ，KTV。然后还不是还有荧光棒吗？荧光棒拿着，可以，可以。如果要游泳池，要有游泳的话，还得把后面的草注意一下。那我去搞搞。那我去买东西吧。对，我去买东西。不是说我没用那500块钱吗？那我去把它用了吧，好吧。我这买东西吧，我比较害怕虫子。不好意思啊，各位大哥。笑什么笑？那就这样了呗。是好笑的事吗？好笑都不可以是吗？哎，那我干啥呀？打扫啊，一起。大家一起除草呗。一起除草。我们不是有蒲扇吗？蒲扇。哎，我所以说，我知道一个是那个OK， 蒲扇懂了。蒲扇。蒲扇。蒲扇。你不像是蒲扇是吧？蒲扇。蒲扇。和尚哥，就这个，那蒲扇的，就这个，这不是蒲扇的吗？嗯，对的，然后也是用那个。反正我把我的睡衣穿上，坐那儿。你穿我的睡衣吧，就是我那天那个黄色老大爷。他要我那个才正宗。他两个核桃啊，在那扇着，旁边放个鸟。坐你那个吊床，我吊床湿了。那我这边的规划是啥呀？除草买东西。OK。收到。吃饭吧，吃东西吧。我跳完了，你们慢慢吃。准备好去哪买了吗？没有。买的东西还挺多的。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就是，就音乐会的东西，买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什么有的没的，吃的怪七怪八的什么一些东西，跟音乐会。怎么送呢？超市，你就说超市就行了。我没有什么。你就是那种。这种大一点，感觉这个应该不错。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我们走吧。音乐会要买什么东西？通常他们会有什么东西？签名版、红毯。对，这个也必须要。还要走过红毯，就是从我们家。出到后院去，从那个大门口，然后还一定要开门，然后你是怎么跟着过来？对，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有个签名墙，经费爆炸，对，经费爆炸，还有肥宅，对，肥宅是一定要有的，我的肥宅忘带了啊，用彩带，烫。这个好吧，加王致和臭豆腐，加那个榴莲，加一个老鼠。你不要拿，不要拿，要拿就拿那个，那个拿我一样嘛，这个应该是最的，这不都一样吗？想回去煮一煮再吃，为什么要煮啊？我想吃这个，拿呗。买个这个呢？这个可以放在哪儿？可以，这是好吃的，加油！哦，天哪！哟，这是哪个帅哥？你看这个，好帅！这啥呀？拿这个送给上仙吧。你过来看这个拿七个呗。哦，我看到一个上仙一定会喜欢的东西啊，里面。哦，我也看到了，那上仙自己拿自己。哇，是这个，那你拿吧。哦，那个坐在蛋上倒进去，然后放进烤箱烤就行了。行啊，那就拿吧。哦，谢谢。还行的呀。给马家吃吃。不好意思了，马家吃。主要是看你太帅了。
要来一个吗？来一个吧，试一下。你怎么回去啊？我们走回去了，徒步。我会先要命。你要不要考虑给我一个？不用，我给你报一个。我们拿着，你把那个轻的给我。这没有轻的。这个。你这个确实还挺轻。那一下子就感觉没有好东西。师傅得开一下。我猜肯定是一个张亮人喜欢的东西。我猜是。算是。哦，这个就是那个玩具吗？对，这边是玩具。哦，超过了，超过了。这是干啥？啊，它是戒指。好久没吃这玩意儿。嗯，像小朋友一样。我上的一次是两年前，一年前。所以说他们除草除了怎么样？除草时间，来吧，金刚，我们开始吧。开始干嘛？玩具后面有球。太无聊了，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就完全无趣，这种人。哎，金刚，来，真想给一张 S 出去。这种效果吗？这不就好了吗？哇！我们是不是应该有那种像什么割草的那种镰刀的？来不来？这也掉了呀？对啊，都掉完了。对吗？都掉完了。对吗？都掉完了。这回家，这你可以表现一下，这你可以表现一下，这是我的，再表现一下。哇！哇！可以呀。这都没了是吧？好，就先放一块呗。你可以看它的根在哪，像这种草你就可以把它埋起来。有一种不好弄的，你弄完会有土产生残留的，所以用拔这个。拔了呀？对，这种小的要用拔的。哦，这草来了。那个九齿钉这些，对，或者你可以先弄这个草，我们先把这里头弄这个草。你们让开，快让。下来呀，下来呀！你是哪？你在哪个房间啊？拔不动。你敢干？拔不拔？这个怎么用啊？我都不用，不会。你把这种东西，你把小的这种杂草，老手放。他这个拿，首先他有不行不能用。你这个得拿这个。不好。我拿小的挖那个药。就是要丢在那里面，还是
是啊，长得这么多兄弟。出手机吗？我宁愿出一个机器来。我也是。我们先把这一片的草全部刷一刷。对。两片。两小时能出完吗？甩呀、啊！哎，不是有那个黑色垃圾袋吗？有什么抓一？不想进垃圾桶不行吗？今天冷上，这边手套戴反了。哈哈哈哈哈！你是你？谢谢。你看，你看我们。没有大碍，好吧。今天戴手套就是为了防手背啊。我是为了防手背啊，保护手背。我感觉我手心全是你。都换回来了。那我换回来不就是手背全是你、哦？手心手背都是你，手心手背都是你。有点抽草，抽草，抽菜。蜈蚣。蜗牛，蜗牛，哦，这是核桃树啊，全是核桃，哪有啊？这个，比如说你把这弄开，你把这个绿色的砸开，我试试。哦，那种青核桃就是没有弄干的那种核桃，蜗牛被踩到了，我来试试啊，再试。是核桃，是核桃，对呀、啊，还能吃呢，这绝对能吃，因为我之前吃过的。核桃，是核桃，是核桃树。核桃树，这种没熟的核桃也能吃，好像是核桃。何东老师不知道啊，既然何东老师居然不知道。哎，这虫搞得我有点不敢信。啊啊！你不是猛男吗？男男怕虫，那倒是怕蜈蚣那种东西。蚯蚓是什么动物？蚯蚓是宋小轩，蚯蚓是宋小轩，为什么不来弄草的动物？老混子，我出了好多草，你居然说我混，我肯定是最多的，我是最多的，老子是最多的，然后每次滑，你画是最多的。这个话就这个，还认识说，还认识说，这么怂吗？你啥都画呀，这再改过来。不是在那边吗？谁放过来了？谁啊？不是我。
罗密拉达卡蒂奇库雷吉卡斯巴拉舒瓦德米托卡拉纳姆雷马卡尔纳帕奥雷吉帕博帕吉梅雷斯帕马卡古萨马米雷贝梅拉米萨谢拉皮卡莫查莫卡托卡皮拉卡卡皮萨贝拉拉马萨拉爸爸妈妈洛卡。这是小童老师弄的。这个要出吗？这是菜吧？你要吃吗？我现在去给你洗。这是什么花？哦，我知道了，宋小轩是带着他的任务来的。哎，你是来监工的？什么？对，包工头，好吧。快让他们吃吧，正好。吃什么？吃这里面的小虫子。哇，他们在吃。吃什么？吃虫子？吃树叶。我们要拔到什么程度？没有，我觉得这种程度差不多了。我觉得拔了之后，我们把草都收上。拔了之后把草。完了之后铺个地毯。哦，铺个那个毯子。毯。我觉得拔了之后，我们把草都收上。拔了之后把草。完了之后我们要把它们都摆在那里。再找。都摆在那里。你的手还好吗？没事哦。拔个咋了？一脚踩到手上。怎么回事啊？你那是站着说话怎么回事、啊、你那腰疼不腰疼啊？啊，站着说话不腰疼吗？他和你站着说话，那你就蹲着说。嗯，真帅呀、啊、真帅。为什么要叫文文？真帅呀、啊、文哥真帅、啊、是语文的。我的上面是雨，下面是那你的轩是一个草字头的。哎，我的少年怎么何时一夜未见他长这么大了？你怎么长这么快？我动了他的嘴，他嘴现在全是你。哎，是啊，你还爱美？哇，怎么还有蛇啊？啊，哪有蛇？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蛇呀？有可能哦。啊，蚂蚁！哎，蚂蚁你都怕，我都不怕蚂蚁。哇，咬我！光明正大的咬我蚊子，不然怎么咬你？那不然怎么咬你？我现在开始咬了。哎，我怎么感觉总是背后有人在咬？哪？那所以其实喷了花露水，它还是会咬。那我觉得夏天穿凉鞋肯定要穿袜子的呀。没有。对啊。什么特点吗？这个跟花露水有多大？夏天像我现在喷了花露水还是会咬我，那肯定是要穿袜子。那你觉得闷不闷啊？还好吧，如果在商场里的话还好。那关键是现在是在商场里，所以你只要考虑 N 多因素。我们换一个辩题吧，我们应不应该除草？我觉得不应该。我也觉得不应该。你看有问题。完了，这问题不用辩论了，我们先回去吧，睡觉了。干嘛去？要在这儿。我大家觉得用除草机方便还是用自己的手方便？这问题除草机啊？这问题需要我回答吗？你要松土。松土干嘛呀？松土种菜呀。对啊，不种啊，种鹅呀，它明天就长大了。对啊，对啊，我们种它干嘛？种瓜得瓜。我拔完了不就完了吗？种鹅得鹅。但是不能算钱，你把它踩平了。我这样翻完就可以。我们来棵摇钱树。那你觉得？我在里面藏100块钱，明天会不会就变200块钱了？一亿就变200块钱。对，一亿被困进去了。真的吗？真的。什么人啊，这个人、啊、摇摇哇，他上得去，不是端等会儿金哥弄好了把它放进去。哎，我们来试一下看谁的鸭子上搞一个那个大洞吧，大洞然后把他们引过来自己下去。游泳是比赛一，这个是啥？我们少男放进去。把一放进去看看上不上得来。他脏了。不能让他上去。啊！耶！啊！小周师啊，我是个农夫。啊！乡村女参与。哎，怎么了？乡村。哎，地方在哪？养殖场节目。有那种精神，40几个，一夜完全不动的，今天60几个，闪电上不来了。哦，我说了，闪电是谁？闪电。
闪电别名雷霆。你这个草还需要什么？我帮你们摇了，我草帮你们。从那边送过来呗，然后最后再一起踩。那下一头牛要不就拉一个东西，我来。对呀、啊，放火山嘛。哎，你怎么在那儿刮呢？先刮一下，再来。啊！别帮我了。围墙里面都是还是外面都是吗？围墙外面都是。现在外面弄。你在这儿弄不一样吗？这我们还可以就是水管都在那儿呢。其实是我自己买了一张专业的脚架，不是脚感不太对。对，就把这个绳子绑上。嗯。你过得像一只。蟑螂？我冲那个院子吧。北方蟑螂这么小。完了，给我洗洗手。棒，会不会用啊？现在要被孤立，丁哥会孤立我吗？丁哥不会孤立我。丁哥不会，开始叫了，他开始叫了，找不到群体了。你说他还会去找群体吗？老哥，这个鸭子打半斤，不贵，不贵打半斤。
西主要是打了针创了才把它孤立的。针创啊，我孤立它不用了，因为它打人拉屎。刚才说有些是白的，有些是黑的呀。鸟的直肠很短。哎，听说有人在羡慕我的富贵吗？这富贵先造事儿，他们俩孤立他。谁在孤立我呢？凭什么要孤立我呢？是因为富贵打人，打鸭，打鹅，打鹅。他打真胖，他打人就是他的错了吗？他把他撞飞了。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好吗？啊，我的呢？你看他又要去撞了。这明明是你的，好不好？这是我的吗？怎么算是我的？有这么大吗？来吃糖，吃糖。那没有可能。好，我的是那只翅膀长了。吃过。长那个就是你的富贵啊。我很喜欢吃这个，你吃吧。不是啊。绝对是甜的，你吃一口进去。我知道我吃过。那就。我说这是我羊化梅味的。我的呢？化梅味的。那个是富贵吗？那是什么？是富贵是甜。不是啊。是不是甜的？嗯，甜的。我知道。甜的，反正我是喜欢吃，吃嘛，甜的，真的是甜的，刚吃完的，吃一个试一下，柠檬，试一下，真的试一下，我刚吃了一颗，那鹅呢？我咋知道你鹅呀？不是在那个橱柜吗？真的吃了，也真的好吃，吃嘛，甜的，过来，哇，真是。你什么意思嘛？你干嘛嘛？你什么意思嘛？他刚刚他打真胖，今儿他打你的了，啊？你为什么孤立他？我是见义勇为。你还见义勇为？你为什么？肯定是你的那个先动了手啊！他站着呢，有你乱说。你正好就在那站着。你乱说，我可没看到。要拍拍照，看过去。什么意思？你看，哎。你还见义勇为？马上啊！你为什么？肯定是你的那个先动了手啊！他站着呀，你乱说，就在那站着。你乱说，我可没看到。富贵肉，我的那个呢？你都自闭了。富贵自闭。你看看你都把别人整自闭了，张真源。你是富贵吗？富贵自闭了。是一亿、啊，不是，是你啊，一亿自闭了。你看看，就因为你们，别人说不定是在啊。团建活动呢，我的蜗牛。不，爷爷为什么要躲在墙角啊？你看，阿翔，你鹅自闭了。我鹅怎么可能自闭啊？你看，你刚才自闭呢。你这是误会。他为啥自闭了？酸啊！啊？我富贵。酸吗？我的。酸啊！酸吗？是酸吗？还行。哦。半斤在这儿，真胖在这儿，不会这样。哼，嘉轩怎么学会了狗？怎么学会了狗？你家闪电跑得很快的。哎，嘉轩干嘛呀？他为什么？你怎么不说呢？你怎么孤立他呢？不是，他还没撞他。这是他。那一起甩球啊，亚轩！但是，哎，你看这个人的头，你看这个人的头，这是谁的头？我的妈呀！别把他们绕死了，我操！什么？我别把这，到时候把这个土弄了。谁是你捏到这个？动不了。哇，他干了，他就动得了。可以啊。
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很慢，好好慢，好漫长的等待。蜜蜂。啊，哪儿？哪儿？三哥，在干嘛？我就看，看这个。在干嘛？还有水吗？是恩怨义喜啊！哎，三哥，住的坐下。哇！我你们三哥，看你们的案子了。三哥，后面有三哥。行。动啊，姐姐。这样。一次五十啊，一次五十。别碰我，别碰我。哦。啊！这样的呀。别碰我！不喷你，谁要喷你啊？三哥，你头皮刚起。刚起啊？为什么突然弄到我裤子上？不是我，就是你，是我屁，是演员吗？喂，对对对，下管用吗？是坏的呀！我好紧啊，我上看老太婆了。啊，别，老太婆，我看他们俩，不是女将，他们俩上看老太婆吗？快接我，爹，接我！啊！怎么这么慢啊？啊！队友了，然后给我一个，然后你看石原，然后给我一个，给我一个。机器，来呀，狙我呀！你别，等一下，来，雨天啊！啊，真爽！你躲那儿去干嘛呀？等一下，我喷，你先补水，对不对？张振元，一个邋遢，我告诉你，这是真胖。他在那个下面玩，你看他在发抖。别去了，你去了是冷风。这样子。这不是鹅吗，兄弟？哎，往里面有只虫，把它倒出来。谁呀？这都不疼吗？怎么回事？大家
放在一起了，放进去，大家一起，它就不，它应该就会好一点点。放到那边有阳光的地方去。对，那边嘛，走呗。你往那边再移一点吧，这边肯定会被打的。马哥把，放那儿简直就是个靶子，好吧？水接满了吗？马哥把水接满了，最大的。哦，哦，要进去吗？哦，别弄了，不是我啊，别碰我，你先弄我啊，别碰我，我要隐瞒。将来，什么情况呀？真胖的家长。啊！你刚弄我，我还你。你刚没弄我。故意的。我的小背包，这是我的装备。不是打一顿吗？啊！过来！哦，这个好强！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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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死完了啊！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这个太绝了！哇！你怎么那么狗力啊？最大的武器给你限制，怎么了？怎么我的锅也来了？等一下啊，给我端点水，给我上锅打包。我没有引战哈，需要男女生来给我打包。我没引战哈，真的。哎，给我点水啊！你怎么开啥车？我啥都没有。哎，小心后面，小黄鸭。哎，你看这里面都没水了，别喷了。签名场面大不起，这片战区来得过来，来一下，我都没看太惨了，他们都能战役，他们输得太凶，他们二打五，你完美，你完了，完美意思。这个还要吃呢，丁哥。对呀、啊，你这影响的。不是，关键我们脚在里面，锅也在里面，怎么办？我昨天用这个吃饭，我昨天还拿这个煮了泡面。这个、说。哎，过来嘛！哎，你咋还弄了呢？哎，你咋？好玩吗？等一下，我花了有两分钟吗？哎有鸭子，有鸭子，有鸭子！鸭子啊！你大哥，放那儿简直就是个靶子，好吧？大家跳，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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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点纸啊，给它盖住。闷了闷了。全中。